大家好，我是涛子。斯百迪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女孩蜜。今天呢是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个春节啊，也是大年初一。我和蜜呢就是在老挝给大家就是拜年了啊，祝大家那个，你来说。祝大家新年好，恭喜发财，工作顺利，招财进宝，年年有余。好，相信我们昨天的视频大家也都看了。啊，昨天就是请了亲戚啊邻居，我们一起坐在一起给他们啊做了点我们中国的饺子，让他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我们中国的春节啊。哇，那昨天晚上那气氛太好了，特别热闹啊。对，但是他们太热情了，两三下就给我喝多了，一直睡到今天下午了，一天也没有吃啊，反正就是挺热闹啊。由于今天那个睡了一天，所以也没有拍视频。今天就是我会把我们那天回丈母娘家就是杀猪那个视频，还有很多后面就在一起吃饭啊开心的跳舞，我后面那些就是在发到后面，因为那天就是因为那个视频长度关系没有发，今天我会放到我这个视频后面大家去看一下。还有就是昨天我们也准备了好几个红包，就是给家里人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，还有两个那个外甥女的都还没有给啊，今天把这个红包去给他们，也让他们能够开心热闹一下啊。来给爷爷一个红包，说一下我们中国过年了要给长辈给红包的，你说一下呀。哦，他也知道拿哦。好好。你看我姐姐在看红包里面有多少钱。哇哇，谢谢。完了，祝大家新年好。祝大家新年好。好了，谢谢。然后刚那个爷爷告诉我说，奶奶啊妈妈他们在这里在喂鸡哦，然后把那个红包给他们吧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红包。我一样不一样，这能装的不多呢。是啥红包？不是，奶奶不知道这个红包是个啥。嗯。以为给一个这个哦，里面是钱。你说，你给奶奶妈妈说呀，你在我们中国就是过年的时候要给长辈，给这个的，给长辈和小辈。朋友们啊，那个绑手仪式将近进行了一个小时吧，好累啊，对吧？我那样一直要跪着，我跪不久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板很硬，就是那个地砖一样很硬的，那样膝盖跪着很累的啊，有一个小时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叫绑手啊，上面有的人他给钱，就是上面绳子上面系点钱，然后绑到手上面；有的人没有钱呢，就是他就绑个绳子，你上面还有个这个镯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是铜的还是铁的。现在呢，就是吃完饭已经，哎，不是，现在呢就是绑完这个手，就是要开始吃饭了啊。这里是一箱子的冰块啊，老挝人喝啤酒必须有冰块。吃饭就喝了两三杯了啊、哦！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就是饭没吃完都被别人灌醉了，是因为我的酒量不好，老王啤酒酒精太大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没事，今年开心，喝醉就喝醉了啊、哦！多喝点。好。
OK， 哇，又来拉来这么多啤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米。今天喝多少啤酒了？我们今天喝了八箱还是七箱？我们买了七箱。然后哇，蜜、哇，今天来了好多美女哦。不是美女。啊，那是啥？是我朋友。都是你朋友？你看，能骚撒飞哈，都是你朋友是吧？哇，那这两个也是吗？那人家都有小孩了哎，哦，两个都有了，都有了。这三个，这个还是单身的。他们三个还没有结婚吗？对，三个还没有。啊、哦，三个美女，如果以后能拜金，拜金。拜金吧。拜。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啊，碰到了妹妹的闺蜜，跟他们说一下，我们中国就是很缺女孩子，然后呢，希望他们能够。好好学习中国话，以后能嫁到中国。中国男的真的很好，啊。OK 不 ？OK 啊，好，好，可以。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，然后客来的客人都很热情啊、还在继续喝啤酒，也不知道要喝到几点。就是真的很感谢爸爸妈妈，就是给我们就是太热情了，就是和我们结婚一样，真的，你就是帮我谢一下他们啊，谢谢爸爸妈妈。行吧，朋友们啊，今天念那个视频就到这了。让他们该嗨就嗨啊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朋友们。是的。啊，都喝啤酒也喝多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哎。拜拜。拜拜。